上次是因为按错字嗰个失效键，佢要拎翻嗰张黄色色嘅地板门，系拎唔到，好惨。就系你就要拎出你拎石英嘅话，就最好拎呢个咩嘢？即系而家呢个时候先天黑，唔搞错好啦。天黑嘅话就暂时拎床，咁车都冇乜用。等到朝早先再动工。朝早一起身咯，喺度继续动工，都唔知点解一定要去手生床。好啦，整梳化，咁样你可以咁样就变化，有个 have a change。你就唔使用呢个活生生嘅地板换，好就要黑色羊毛，图书柜、石地板加发射器。发射器又得，图仔器又得，不过最烦呢个手机版就用发射器好啲啦。放书柜，你中意个电视几大？几大？四尺方嘅小狗，我个电视比较细啲，高啲。咁样暂时性电视，因为我冇外墙，所以你睇得唔系几舒服嘅。四格。加个窿，四格加个窿，变咗一个喇叭啦。最后用啲你中意嘅专利吸 cover 翻个喇叭，即系可以用翻呢个 cover 咧。想个喇叭大啲，想个喇叭有创意啲嘅，咁你自己装饰一下。咁咧就可以睇电视。喂，哎呀，喂，越搞越弊啊！点解？好啦，忘记咗呢个指示牌用嚟做咩？就踎低先，首先，然后就贴上去，然后唔打字。收低先，唔打字。低先，唔打字。一道门就成功撑出嚟啦。好多嘢咧就制造咗出嚟啦。跟住就整一部电脑出嚟啦。电脑就需要台啦。又拎出嚟唔需要嘅物品，石英砖。你需要石英砖、黄柳、铁针、压力板、图形。告示牌都是要用的，咁然后就要凋零骷髅，睇下先，够噶啦。即系整电脑嘅话，你可以整嘅，我就不妨你整啦。家用式电脑。冇低订单，电话搞掂。呢部就系家用式电话啦，电脑加滑鼠，滑鼠当然可以打横放啦。哦，旧版唔得，算数，又唔系一定嘅。主机，一部
我敢放千祈打还放搞定。嗱，呢部可以放耐啲，因为我哋只需要一样嘢，喇叭要向住呢边起啊，喇叭一定嘅。就可以打機啦。然後整翻張凳，張凳你自己整。果金字就係要啲凳係需要屋企地氈、鐵門、鐵地板門、紅石火把。告示牌一樣嘅。仲要啱啱嗰度路轨套装，咁就梗系要向住工作你嘅地点个位，嗱你可以摆埋。嗱，起之前起呢栋之前摆地板，唔系嘅话咧就咩噶啦，自己地板要拆估咗先。哇，个红石火把，这个方法用于刚刚地板式的，如果用这个方法不用放红石火把，如果你用矿车落位，这样就搞定了。我拿只手出来先，熄机了。咦，好好玩啊！客厅仲有更多嘢加，自己中意点样，凭你哋嘅创意嚟去加啦。今集时间，客厅时间到咁多，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再见。